握一下。拿去用。好准啊！问你点事儿。嗯。我跟你说话呢。请问你有什么事问吗？我吧，我有个朋友，他怀疑他的朋友有喜欢的人，你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确认一下？你等我捋捋哈。你朋友的朋友，你朋友一定喜欢你朋友的朋友，对不对？别管，你就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吧。Easy 啦，真相通常只有一个。事情如果发生过，就一定会留下痕迹。不懂。你朋友如果有喜欢的人，就肯定会经常跟对方联系吧？你就……有道理，果然多读书还是长见识。放学还你。我说什么了？瑞哥，你过来吧。我过去。我小灵通又没电了，能借你手机用一下吗？我想给我妈打个电话。那你等我一下，拿去用。那真是谢谢你们。小事儿，客气什么？我给你报号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吧。喂，是无线彩铃定制吗？对，就是本机号码，榜单上的前50首我都要，直接扣费就行。瑞哥，向南找你。瑞哥，陈海他手机欠费了，哎，好烦呐，我电话都没打出去，还是得借你手机用一下。不。肯定有问题。喂。FM 131.4，麻桶之声电台热线，意见建议。香蕉、苹果、大压力、保佑。大压力保佑。你嘟囔什么呢？我说今天天气不错，我希望我妈妈今天晚上炖狮子头。播了吗？马上。喂，二妈，真的不吃啦？好烦呐！你到底在烦什么啊？就是好烦呐。确定不吃啦？吃，还是要吃的。瑞哥，明天他们半决赛，老文又要家训，只会我拼老命要跑出来给他们家训。小林，我正治你在这儿，拿手机干什么了？借宿一晚呗。哎，陈海，你来的正好，向南今天带来了狮子头，你也去吃一点啊。